各位凯丽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承之。大家都知道我身体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我就是皮肤病了。我的脚应该大家都看到我的视频，看到我的脚的图片，这是我今年的痛苦。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大的喜悦。我在2007年，我怀我儿子，我去做 B 超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肝有一个0.5公分的水泡。当时医生告诉我，可能儿子生完过后就会恢复正常，它自动会消失。可是这几年来都还一直都还在，医生就是一直告诉我，只要它没有变大，就让我追踪就好。医生说，可能是我先天的，或者是后天的，肝长水泡，这是正常的，很多人都会有。就是这2年的时候，疫情开始爆发，比较少去医院，我就丢了1.5年没有去医院检查。我在去年5、6月份的时候，我有去检查，医生告诉我，肝的水泡还在，不要理会它。可是我的身体胆结石又开始出现了，我的胆有7、8颗，就是小的结石。医生说这个还比较小，没有痛，没有关系，也可能有一天突然不见也不一定，也可能说以后会变大，可能需要动手术，只要不会影响到我生活，不会痛就好。在上个这个这周礼拜一的时候，我有去再做一次检查，因为我的肝，我就是随时都是半年要追踪，因为肝它不是不知道疼痛的器官，我都非常担心我那一颗水泡，所以我一定会听医生的。我上个礼拜一的时候，我去做复查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讯，我的肝的水泡变得0.1，小了0.5公分，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这一次做的是另外一家门诊，比较小的一个门诊，然后我再告诉医生，我说医生，我的胆结石，现在有没有变大，或者是怎样，还有没有增多？医生很疑问的时候说，你没有胆结石啊。你的胆都很干净了，很好啊。我当下的时候，我说，我又开心又觉得说，是不是医生检查错误？我就跟他说，医生，我6月份的时候，我检在另外一个诊所看，他告诉我，我有胆结石，胆结石大概7、8颗呢。他说现在没有，我才一时想到说，我的凯丽产品真的是发挥到最大的作用，因为这个清气片它是排毒的，每天吃，把我的肝变水泡变小，然后而且我的胆结石不见了，这是天大天大的喜讯，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目前的时候，我就是拿到这4个产品，我每天清气片，我现在是1天4片，益生菌我是1天2包，玛丽健我是1天2粒，PQQ 我是啊，就是 NNNN 我1天2片，所以说产品会说话，绝对不是骗人的。这么棒的。